Thank you.
兄弟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甲亲爱的厝内的人，哇哦，真欢喜吼！咱今仔日搁做阵要来敬拜咱的主，不管你踮伫什么所在，我就是要邀请你，甲阮三甲的做伙来敬拜咱的主。阿门。是啦，伫咧阿伯开始以前吼，我讲两句话哈。刚才讲咱平常时吼，特别啦拄到朋友吼，还是拄到熟悉的人，咱都会讲。哎呦，你吃饱未？啊，你好唔好哈？啊，当今嘛，现在啦，无同款啊。叫嘛讲，啊，你拍仗未啦？啊，你拍仗了怎样？哎呦，唔免烦恼啦，一切的忧虑，一切的操烦，咱拢交托给咱的主。阿门。唔免烦恼的，伊一定会来为咱开路，一定会来引出咱头前的路。阿门。所以，咱所有的一切，拢会来跟咱供应的，伊的恩典永远够也咱用的。阿门！来，兄弟姊妹，大家，咱这阵呢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哦，亲爱的天父啊，我是在满心的感谢阿罗哩，让我一摆都登到你的殿中，为着就是要来敬拜你，单单的来亲上你阿罗哩家己的性命。我这时阵真人就是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在你面前向你来吟诗、唱歌、阿罗敬拜。愿你甲阮同在，愿你来悦纳，因为阮知影，阮来到你面前，阮要领受你，搁较侪，搁较侪福分，领受你搁较侪，搁较侪恩惠。阮安尼的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的，阿门，阿门。来兄弟姊妹，现在咱做伙来徛立，甲我做阵来唱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上帝的照顾，专心挖苦，不免烦恼，天无绝，人自路，想风想雨也无怨气，伫山。
心来等待伊，靠主变心意，耐心来等待伊，靠主变心意。几枝草，几点露，上帝的照顾，专心我苦，不免烦恼。天无大，人自落。阿门。是啊，咱的天父会为咱来开路的，所以咱专心的话可以。专心的来交托伊，因为咱的主就是安尼的爱咱，所以现在哦，咱请徛你哦，欢欢喜来到主的面前，那边大声向伊来唱歌，讲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爱，来。交出进来哦。感谢你的爱，因你为我做成大事，老父为我做的圣变，使灵力我灵的扶持，奇妙的爱叫我的开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爱给我完全的自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温馨我一生的福气。多谢你请来，哈利路亚，继续唱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爱给我完全的自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温馨我一生的福气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来继续唱唱，感谢你的爱。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你的爱。
来到主的面前，继续的，哦，将你目睭藏起来，将你手放在你的心肝头，来向主来给讲感谢，对年头到年尾，每一日、每一时、每一刻，安好给来给咱看顾，伊讲伊那所有的需要，伊看顾咱，伊照顾咱，来，兄弟姊妹，我邀请你，哦，主啊。来开声，叫主，感谢主。就是遐尼爱听阮，主啊，你就是遐尼啊，遐尼爱听阮，甲阮听个绵绵，甲阮听个，就是亲像你的心肝宝贝同款。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要开声感谢你。Like
别的背后，我所有过的话，你是所有的敬畏你都知道，主啊，来到你面前，我要感谢你，感谢你收拾我们这些福分。兄弟姐妹，再一次来大声的感恩的向主来唱，感谢主收拾我福分，宝贵无比的福分，将伊恩典对天送落来，万事拢他来拜祭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愁了解阮。
一切的荣耀、颂赞、权柄，拢要归乎你。让你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老朋友，亲爱梦想的新朋友，亲爱的长者、安哥、安弟，恁人大家好，看到恁就好啦。阿像你身边有人，甲因讲。看到你就好，其实呢，我看到耶稣更加好。我现在呢，要欢迎你们每一个人来到阮祝福的频道。不但呢，我现在也要将时间交予 Jennifer 姊妹做几样报告。现在哈，我就要为恁来做两项的报告，请咱留意来听。咱头一项的报告就是日日灵修。日日更新，这个是由新加坡维力公会因所供应的，真正简单。你每一天任何的时阵，就算你三更半暝，你无法度来困的时阵，你真方便的。你只要夹你的手电，然后卡讲6324400007，卡这个号码6324400007。当你一卡入去的时阵，一万件马上都有一位兄弟也来给你。读一个圣经节，然后过一个主题，伊将会来分享关系到这个圣经节内面的内容，非常的好。只是短短的5分钟到10分钟而已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我鼓励你，你啊，随时的
任何的时阵会当敲电话入去。阁落落来，第二个报告就是祈祷会兄弟姊妹，你伫咧厝内，咱是毋是无啥甲来见面？但是透过祈祷会，你会当用 Zoom 的方法来参加这个祈祷会。这个祈祷会呢，是每一个礼拜四，每时八点到九点半。啊，你来要问讲，什么是叫 Zoom？ 兄弟姊妹，唔免担心。如果你来未晓，你当叫你的囝、叫你的孙来帮助你。即马现在，因拢知影讲，什么是叫 Zoom。透过 Zoom， 那会当来彼此的。看到彼此的面，透过 Zoom， 咱会当看到咱兄弟姊妹的面，咱做阵来祈祷，咱只要欢呼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现在我就要为恁来报告要怎样奉献的方式。你当透过手电，也是透过电脑来做奉献，比如是电脑，也是银行转账，也是要寄支票。如果你是用电脑的，请伫你的手电输入第一。教会的阿嬷名 Bethesda Cathedral。 第二，教会的 UEN 号码 S9GSS0099F S9GSS0099F。 然后是你要奉献的数目，这一道请你注意，若是你要用电脑的，咱的教会将未来开收条给你。刷落落来，如果你是要用银行来转账，请你输入第一教会的银行 OCBC， 第二教会的银行户口号码601074123000，601074123000。第三，教会户口的英文名 Bethesda Cathedral。然后就是要你奉献的数目。如果你那是要开支票的，请你就要填写第一，咱教会的名 Bethesda Cathedral； 第二，你的奉献数目，然后寄到教会的地址30蔡奇 Street S468979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那个有其他要奉献的方式，你会当打电来教会，也是打电给咱的小牧师。伊将伊来帮助你，感谢你的奉献，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，阿门。今日真是真的欢喜，下当邀请到龙浩然牧师，龙浩然牧师今日带来这篇道咧，是叫做“讲死未死”。什么是讲死未死？啊，让大家就爱开咱人的耳孔来注意听，上帝要甲咱讲什么？用哈拉牧师，请。啊，嗨，弟兄姊妹啊，隆重平安，平安，平安啊！爱讲三拜，你个会记哦。祝福你平安，平安，平安哦。那今日你看到这讲题吼，你答着真奇怪啊！安那是四个字啊。哦，这四个字空是八是，今日咧爱跟咱讲的就是空是八是。哎呦，什么讲对咧？拢总好买啊！哎，你卖笑哈，你卖跟笑啊！你买四个字啊，去买白表啊，奉耶稣的名答着袂着？你买什么啊？拢总走字啊，跟你讲啊，唔是，这讲对咧，空是八是哦。有一个音的咧，空是八是，空是八是，空是八是啊！真个啊，是今日我今日讲的题目啊，就是空是八是，来做阵来讲，空是八是。那我当等人哦，啊，你都知影，我都袂爱讲死哦。啊，因为当人啊，你讲死啊，真惊咧！你讲死会死哦，可能讲死了吼，哇，第二名吼，或者会死，所以我当当人啊，唔敢讲死咧。我当当人吼，有人讲，哎呀，卖讲死啊，讲什么交定期了啦，功夫啊，卖咸鸭蛋啦，吼，真侪吼，真侪人讲的唔敢讲死。那即阵呢，我当爱。知影吼，我人基督徒，我人信耶稣的人呢，我人是家家公司啦。你看到这啊新的照片哦，你就看到
不想要跟水淡薄哈。那底下几位，今日我人信耶稣的人，敢敢讲死不爱讲，死不爱讲，因为耶稣已经过话了，所以我能敢敢来讲死啊！我能讲了死，嘛是未死，所以讲讲死未。是，哎，奉耶稣的名吼，耶稣是我人快乐，耶稣的救我，是我人恭喜，未死。那无论你是什么宗教啊，你信这信那，不要紧。那人的一生是安尼吗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，这是不是你的人生呢？啊，你最近在看这个 video 哈，啊，你看了就知，你问你自己，这就是我的一生吗？啊，我来看哈。看到不？这就是你一生吗？哦，都出生了，安尼是爱谈死啊！安尼我的人生嘛，那有一个意义呢？那我来问我自己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人生是安怎呢？我的生命，我的人生哦，一条线了呢。我让你搞我受伤的一条线，什么意思呢？出生的日子。甲你死了的日子是不是就是一条线咯？对不？你看到这条线，所以呢，我来生命吼是一条线呢。你咪是换我的生命，就你我人你讲我诶生命真诶是一条线。那你问你家己，安尼我人诶生命安尼有意义不？那我这问你一个真脆脆脆的问题吼，我去看哈，这是啥物？这观察，哎呦，我咧讲多，咧讲讲这个观察，我请问你哈，请问你，地内面的是谁？是你？是我？是老人？不是，是死人。知我意思不？哎，你咪想哈，观察内面的达到是老人咧。观察内面的可能是后生囝咧，可能是 baby 咧。所以伊意思就讲，我人人吼是可能，嘛是乜唔是可能啊？我人人吼达到爱死亡诶，你知我意思了吼。所以咧，我人无论你是基督徒哦，无唔是基督徒，我人是面对死亡诶。但是我信了耶稣，未想了，我对死亡就未同款诶想法。你知无？我能记得多哈，我能不是讲死咧，我能信了耶稣的人不是讲死。伫圣经集哦，有甲咱讲什么？啊，死是什么？是困。作者来讲困。哎，弟兄姊妹，原来哈，我能是困。困的意思哦，就是我能会醒起来，对不？会醒起来，所以咧，我能会感觉哈。来讲死未死啊？讲死不会是假假来讲，我来假假来做一个想死的基督徒。哎，你听好势哦，我唔是叫你去死哦，我咧是想死亡的代志啊！我咧想死，因为我咧信了耶稣，我咧知影有国外耶稣就未想了，所以今日咧。我来看这圣经集，那你看这圣经集，我都看到哇，这是生理准哦，达到应验了哈。你看到这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五集哈，约翰福音啊十一章二十五集，照安尼讲，耶稣对伊讲，哥啊，弟啊，性命弟啊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嘛会哥啊，哎。我跟你讲一下，这翻译耶稣讲迄句是想，这是另外的翻译哦，也是讲耶稣对伊讲，我是救我，我是生命，我是救我，我是生命，
信我的人呢，虽然会死，但是呢，下摆佮会使过活。所以我那爱问，就是讲吼，死亡对倒落来，啊，死亡对倒落来，因为你爱解决这死亡的问题，你就看到这经文，你就知呀。哦，耶稣讲，我是过活，我是生命。所以头一个啊，上重要的就是这十啊。来，我来看，罪是对堕落来，哎，对不起，是死亡对堕落来。那我跟你讲啊，死亡不是对这上帝迄道来，对堕落来，罪来，甲我作者来讲，罪，我能基督教。的想的罪是你无顺服天父上帝啊！你看这创世纪第二章哦，创世纪第二章就看到我人的人类啊，亚当夏娃就无听上帝的话啊！你就看到这经节哦，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咯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你都看到哈，这头第十一章就看到这第七。诶，记号，因为神迹哦，就是记号。这记号是向这耶稣过话，这将高潮诶记号哦，就是讲耶稣诶过话，还邀请我人哦，诶，爱记啊，耶稣过话哦，是上关诶神迹哦，因为过话，耶稣诶过话就解决了迄人哦。的罪的问题，迄、那个过话就是解决了人哦，真遗憾的问题就是死，所以你就能知影罪带来迄个死亡。原来上帝起初的创造哈，如果你看创世记哈，第一章、第二章，你就看到上帝创造这世界，创造人哦是无死的咧。永远会活着的，因为上帝不是爱创造死，是创造人的过活啊，不是过活，是永远活落去。死无可能是伫这人的身躯，直到亚当甲夏娃吼去犯罪，无听上帝的话啊，就开始咧，撒旦魔鬼咧就借着这死亡。来假人，神假人就分开，所以罪死掉死亡哦，就是讲人假神会分开，所以死亡哦达到不是上帝的旨意咧。OK， 你知我的意思不？所以死亡呢是违背了创造计划的代志，直到。这人类无顺服上帝，那所以爱讲哦，生老病死这事哦，唔是创造的上帝爱，是阮因为我人罪的关系。但是你看到无？亚当甲夏娃去犯罪，吼，伊讲哎呦真歹势啊，无清洁，哎呦有罪啊，安尼真见笑。但是上帝真好咧，上帝吼。甲去做一个皮衣哦，即做一个衫哦，这是爱挂去出去这伊甸园。但是上帝吼，嘛是对咱真小疼嘞，因为咧，伊甲做了伊个皮衣哦来穿哦，是伊无安尼见笑。这就是天父对罪人会疼。那即阵就是派了耶稣，无人信耶稣的人。就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你看到无？你看到上帝真的真好咧，因为可以看到人的罪的问题，伊就改做一个皮衣，改做一个衫，很难穿。小祥的看到我人的罪，上帝差派了耶稣基督，很好人，我人信耶稣的人就免惊死亡了。所以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啦。所以这阵呢，天父上帝就差派耶稣钉在十字架，去受罪，受死，是因为爱替代你世人的罪。
成就这个救恩，那上重要是什么呢？上重要就是我那耶稣死了，不是死了就煞，死了三日怎样？跟大家讲，三日怎样？救我，哈利路亚！耶稣的救我，就是恨我人恩望，你知不？耶稣的救我，就恨我人恩望，因为我那也是宣告死亡已经死了啦，死已经死了啊，死无偌用了，你知无？所以我人信耶稣的人就无惊死，就是安尼啊，这意思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无？安怎基督徒叫死，叫在主里困了的人。在主里睡了的人，这是圣经来讲啊！你看到这图你就知影，因为耶稣是救我吗？耶稣是生命吗？也因为这样吼，你就知影死亡是无地位的，无地位的，所以你免惊。在无，我那是惊是什么？是舍不得我那个家人，但是死亡呢？对我人信耶稣的人，因为耶稣救我了，我人就有恩望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死亡呢，不再是生命的毒钩啊！哇，死亡来了，你惊咯？系你惊？撒旦魔鬼就是爱系你惊，卖系你平安。耶稣是赐我人什么？平安。做者来讲，赐我人什么？平安。所以你看到无？你看到无？我跟你讲哈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这真多卡了的物件无？敢那是压制无？我跟你讲哈，这是我的观察哈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的观察。你唔相信啊？你来我的教会，你来我的教会，我给你看，这观察300块了，偌片的。我家己做的咧，我叫人甲我做啊，哇，做个水水。因为我那唔惊死了，我那想死，我那想我那个，我那我那加加来准备我那个死亡，所以你就知影就未同款啦。因为我那相信下摆我嘛是会使过我。你看到这11章第23节就讲我那爱相信。我人相信，我人嘛是会过我的，因为我人耶稣过我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呢，就是过我的主，是头一粒的果子，所以呢，死亡不是我人的威胁了，死亡未使捆绑我人，因为我人的生命，死亡早就已经死了。所以我能来准备这死亡的代志，是唔是？哎呦，讲死就会死，唔敢讲。你看我观察嘛，加计准备啊，是即阵我伫帮帮我教会到吼，即阵就做主日学诶 storeroom 了，帮即阵诶 store 内面啊，下摆我死了吼，伊人夹出来，我就困内面咯。诶，有人困起咧，好真好困咧，是讲无 aircon 呢？你看到无？即我的朋友。你嘛在阿里困，你困一个观察，因为基督徒唔是死，是困，困的意思就是会醒 ，Amen。所以你教我，我人基督徒是困了，但是会醒。你知无？困，你困了死就是困哦，那是死了是困哦，你是无时间的观念的，你唔知什么时间，你干哪你困哦，你困到哦困。你睡得很久，你起来，睡2点钟而已，你睡得很短的时间，睡得，哇，睡了8点钟，就是说的意思，说我人死亡，我的睡还是没有时间的观念，所以所想的亚伯拉罕、摩西、保罗、彼得，现在就是睡了，有一日哦，耶稣讲隆重复活，隆重救啊，隆重就请起来，几千年了，你知我意思不？所以这就是我人的恩望，这就是我人的恩望，会使请起来 ，Amen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人虽然是死了，但是我人会救啊，就是我人会请起来，这就是耶稣讲。我是哥娃，我是生命。我人信耶稣的人，我人嘛虽然是死了，我人嘛是会使哥娃，我人嘛会使
切起来，所以死亡哦，是差不多这门了。立起这永生、永远的生命啊！立起国外的门，我能等国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重要我能过的人生呢，是无遗憾的人生啊！上重要是你甲我信了耶稣，会使无遗憾的人生。人想心真假啦，就是点点啊，人惊了，我阿母惊了，我这些惊了，哎呀，没陪伴啊，无陪伊啦，哎呀，真遗憾，遗憾嘛是无用，因为假了，所以我咧即阵就使敬，安怎假我个人生？那今日我甲恁讲这讲事未事，是真正严肃的课题，我唔是甲你讲笑，我能爱预备我能家己。刚才我的观察，因为我七年前我就做了这300块的观察。为什么我能爱做这观察？第一，预备我自己；第二，我能困在这观察里面，是思想我的生命，思想我的生命。看你的人生叫什么物件做不好的，上帝啊，你爱帮助我来做。那你看我自己哈。这生理吼，按照做按做，我讲个清清楚楚，我某吼就知呀，爱唱什么歌啦，啊，爱放什么相啦，即阵我都看到这相吼，这些古早的相啦，啊，我就慢慢有好的相啦，这是乌白相啊，你讲乌白未水，安尼就好啦，啊，卡了的相，你看头毛偌侪，即阵头毛未啊，即阵啊。啊，头毛都回来了，因为我的头毛吼拢总上了天堂无，所以我讲吼，我就算我生理吼，嘛是一个福音的聚会嘞，因为吼上重要是你看到这牧师死了，我有信心。老实讲，我这个牧师名甲我讲道的咧，我家己讲了，我录了一个差不多8分钟的分享哦。啊，你播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达到听了哈，真感动诶。你知我意思无？这就是无遗憾嘛，你家家去做嘛。所以底下几位明镜讲死是未死诶。那这就是我的些什么呀？你帮这顾骨灰无爱帮这摆哈啊！我摆拢种做个水水了，你看啊！爱帮什么经文，我拢种做好写了。等下几位上重要是什么？安怎无遗憾呢？就是四道人生。我咧刚刚讲这四道人生，就是堕下。我先讲堕下、堕险、堕天、甲堕别。这四个真重要，因为人爱死哦，上重要是该讲对不起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拜拜。啊，这不是讲要啊爱死啊爱死，该该做嘞，这阵就好做了。这是人生的态度。那是我的人生，我教我妈妈也好，我教我这啊爸爸也好，我达到我该讲爸爸，我感谢你。你饲我50几年，哎啊，爸爸，对唔住啊，我做了未水嘅，求你原谅我。爸爸，你知无？我听你。爸爸，你知无？我听你。到最后，你爱做什么？安怎出山啦？安怎做什么？什么嘅生理？你讲个水水啊，我笑，你达到真欢喜嘅等体格，你就无遗憾了。你知无？我的丢母，我的岳母哈，甲我的丢伯岳父啊，岳父，因为两个是无好诶。我的母诶家庭唔是讲真好，点要嫁嫁落来，安尼到最后20几年前啊，我的岳父，伊就有 cancer 啊，伫迄个年上就有 cancer， 安尼无人照顾伊咧。等我妈的吼，就是岳父岳母啊，我丢母就是离家出走了，因为怕来野路嘛。啊，你判白，我了无变咯，回来该照顾咯。但是有一日哦，忽然间哦，我岳父就抓住我岳母的手，他就甲我岳母讲：“
阿兰啊，我知呀，你对我好，感谢你。这句话咧，原来哦，我的丈夫就等这句话，对唔住的话，等一句多谢的话，我的妈的就哭哭哭哭哭，安尼就真的是有心照顾我的岳父，就慢慢登去起家了。听下几位，无遗憾，无遗憾。我甲我妈的，我甲我爸发的无遗憾，因为我爱做的就做了。所以一句话真重要嘞，一句话多谢的话，多谢的话，多听的话，一句话会使让人笑笑啊，一句话使人笑，一句话也可能使人死翘翘，你知我意思不？所以讲出来。你家你的你的朋友，家你的家里，嘛是该讲。你讲唔爱等你家里家里讲，你家里的家里讲，哎，对唔住啊，我做噶袂好，哎，多谢你，阿你照顾爸爸妈妈，哎，我真的是疼我的家里，敢敢讲，阿你你就真好了。但是袂够咧，我那信仰说咧，四道袂够，只有一道。第五道是什么？堕落。Amen？ 堕落，因为耶稣就是堕落，因为耶稣就是堕落，经历生命。我们要借着这耶稣，无人会使到天父这一道，所以耶稣是堕落。那是你做了四道了，哦好啦，讲对唔住啦，你家己讲我听了，你家己讲多谢啦，啊，你讲哎，按家己讲拜拜，那是你讲了拜拜，你无堕落嘛是无用啊。上重要是耶稣是堕落，有堕落，哎，介绍耶稣，很信耶稣，家你你讲我嘛是信了耶稣，就耶稣的堕落，我能转去天家道。对我人来讲，天家唔是这所在咧，老实讲。天家上重要是甚物？是你甲天父上帝的关系，你甲天父上帝的关系，你甲耶稣的关系，就是耶稣在堕落，你对耶稣去堕落，就是天堂啦，就是天家啦。阿门。那就像诶，这上个礼拜吼，我甲师母就去。即阵未要出国吗？不要出国，我就去出海咯。我就坐个船啊，去啲度假。上重要，我唔是到好胜无好胜嘅，是教我阿阿婆，我咱两个阿阿婆吼，会使做者系列啊，无人讲讲孩子不在，我当就今后嘅安尼过日子。上重要是你家乡做者，所以今日我当那是。死了，我能登去天家。上重要的不是天堂，有什么四房啦、五房啦，下摆咧徛什么房？上重要你家想徛，想家你在地都一起。所以以马内利，上帝教咱同在，这是上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教就不是一个宗教，基督教是信仰的神甲人的关系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基督是关系，不是说我跟你说要求这个求，我们是相当要是我跟你的关系是安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耶稣是国外的主，那就是救主。但是宗教的教主是死了就没国外，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宗教，好，上好。但是我们的基督教不是宗教，我们基督教是一个信仰的关系。阿们。所以你要知道我说的，所以你今天你自己敬，你自己可以敬，你愿意敬一位是胜过死亡、超越死亡的国外的主吗？哦，你要敬一个死了哇！历史人物啦，英雄人物好啦，你做的事情真好啦，啊，英雄，但死了不够啊。那是你爱信这胜过死亡、超越死亡的国外的主，所以你就知道我人信耶稣的人就不会想了，我人讲死不会死。
因为我们有国外，我们会使经历国外，我们邀请耶稣在我们的心内。最重要是你邀请耶稣在你的心内，心内有耶稣，里面就是天家，里面就是天堂，不是等了就死了才回去天堂，这阵就会使经历天堂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要邀请耶稣在你的心，信耶稣的人，你爱准备哈，你爱更加爱相信耶稣在我的心。阿们，来做阵来讲，耶稣在多咯。耶稣在我内心，所以我讲妇人哈，我答到按你讲诶，耶稣喺边度啊？耶稣喺大厅，唔使惊，耶稣喺大厅，在我内心内，所以你咪就会经历这天堂。所以最后，当这生命咧到终点，你流落来诶，是咪？你留下来是什么？你留下来是听，我留下来是真多的债。相重要是你爱留爱，留爱不留债。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，你将这耶稣的听去传下去，你怕你买真多保险，我跟你说没法给你解决这死亡的问题。保险是死了够有用，你袂死无用，你知我意思无？保险袂使保障你免死，但是信耶稣会使保障你，保证你讲死袂死，因为我人有一个国外的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到尾，爱到尾了，你老了是咪？那是你爱挖掉，你爱留什么？安尼耶稣留什么行李呢？耶稣留什么行李呢？就是迄个听，就是迄个救恩。所以底下姊妹，那是耶稣留落来，唔是听。安尼，我能信的耶稣就无偌用啦，多多。有耶稣的国话，真诶，诶你行你讲死未死，独独耶稣的国话，行你个真诶是讲死未死，阿门。所以有了这国话，有这生命的能力，生命就会使敢那日出一刀。过来了，有新的开始。安尼呢，我来耶稣真的是一三一四，什么叫一三一四？一三一四啊，一生一世听你到永永远远。那这阵呢，我来听这诗歌，我来唱这诗歌，腔外的唱。我能将我的手讲，哎，耶稣啊！坑我的手吧，耶稣，坑我的手，因为耶稣是国外的主，他可以坑你的手，让来唱这诗歌。坐进来，看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一条路我搁爱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
有时间啊，听不到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才你甲我作伴，让我的脚步又稳又定。听到你的门前，听到你的声，甲我讲。进来我的家，亲爱的朋友，牵我的手，耶稣牵你的手，这个我的主爱牵你的手，你爱信这耶稣无？你心内相信啊，吹生命，耶稣是我来救主，你就是基督徒了。咱做进来哈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搁爱行，我需要你来做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。请你莫离开我，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安怎行，有时艰难听不到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让我的脚步又稳又定。靠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进来我的家。牵我的手，请你做伴，让我的脚步又稳又定。听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。甲我讲，进来我的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哪知影，上帝真的是疼我啦，上帝真的爱牵我人的手，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嘛，邀请耶稣入来你的心嘛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耶稣。立来吧，立来啊！我的子，走到你的门前，听到主的声，主跟我讲：立来，我的子。老朋友，若是你惊了，今日你听了我的这讲死未死？就听了哇，因为我那个耶稣是国外的，所以今日我信耶稣，我嘛是会使国外嘞。那是你信者是历史人物、英雄人物，死了就煞。安尼信伊，你相信你拜，安尼佫说甚物？你爱拜就拜耶稣，爱拜就拜这国外耶稣。所以我人中间，那是你爱信耶稣的，即阵将你的。正手啊，伫厝内、伫教会，将你的正手听清楚，正手哦，将你的正手放落你的心，来对我来接受耶稣的基督，来咱一句一句来基督，亲爱主耶稣，来对我讲哈，来叫一拜，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主。的恩典为我人的罪钉在十字架，我承认我是罪人，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所留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所以今日我会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，
我邀请耶稣入来我的心，你跟我同在，是我经历天堂的喜乐。信了耶稣就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恩膀。我这样会接受耶稣，是奉耶稣的名，是奉耶稣的名。阿们。所以希望你跟我对我说这个接受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跟我就真的是空是背是，因为耶稣一生一世疼我人。阿们。头先阿叔讲，想有得用牧师做这个基督来接受耶稣的，我现在要恭喜你，你就是天国的子女了。阿叔讲，你有接受耶稣，你要联络我来讲咧，你会使卡这个电话哈，6444-5891，6444-5891，这就是下当联络到我小牧师。现在呢，那人就是爱感恩的，讲到耶稣对人真好。阿叔讲，你除了接受耶稣，你要联络我，有其他的事项，你也要联络我，你也会使卡这个电话，我会回电给你，祝祝福你每一个人。亲爱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。是啦，感谢咱的天父吼，赐予予咱遐尼啊好的福分，伊的教导咱爱听，咱唔是单单听尔，咱嘛要爱个行出来，靠着主，咱个行出来，阿门。是啦，敢知影，咱一生吼上界有福气的，就是咱当来领拜着咱的主耶稣，所以凡来到伊面前的，是啊，咱都是遐尼啊的有福气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时阵，咱搁一摆，要请你徛立，跟最顶的来感谢咱的主。感谢主，受主关怀，宝贵无比的呵护。个主的面前，好唔好？我邀请你，把握住这机会，你举起你双手，你讲主啊！我要挖苦你，在你面前，我要领受你更加多的福分。哦，因为你英文讲，你福分要对掉我一世人。有了你，我无欠亏，因为我知影你是听我的主，所以兄弟姊妹。来，这时阵你举起你双手，你甲主讲主啊，好主啊，感谢你的听，好主啊，感谢你的听，你是听我的主，我万事就要向你来交托，万事就要来仰望你，因为你好分是遐尼啊宝贵的，我伫你面前，我伫你内面，要享受你的喜乐，享受你的平安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受主关怀，无愧无比的呵护，将伊恩典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祂。伊是听主每日
对伊相思，不知这款好运是对伊相思。阿门。感谢咱的主，相思予咱大福分。阿门。那您再来领受上帝一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上甲正人同在。阿门。愿主大大祝福你，人每一个人。下礼拜，咱搁再见面。